胡说说讲。阿伦，你睡醒啊，伦。阿伦就睡醒，就出来玩他的玩具了。哎呀！阿伦最近漱口都要我叫的，现在。真好好笑哦。这样真好笑。你看，就是这样的。早安各位，刚刚晒好衣服了，然后还顺便绑了一个这样的头发。今天为什么拍影片呢？今天就是想要拍我的家乡日常的一天，看看我们在家乡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吧。时间不是很早了，好，现在就要去做早餐了。阿伦吃早餐了，阿伦。我的。你好吃啊。可以。好啦，我们开动哦。大象，我去拿起来。好的。有没有毛？有啊，就去垃圾桶啊。什么？嗯？怎么我很多话讲？你自己也知道吗？嗯。好啦，我们已经吃完早餐了。小哥哥在做早餐，因为他们比较迟吃。是我妈妈做的早餐。好啦，现在洗好碗了，就要扫地抹地哦。好了，收拾玩具啊。终于忙完了，现在就要冲奶给阿伦了。阿伦到现在呢还很难接奶瓶，换了另外一个杯给他之后呢，连奶也不喝，所以我到现在也不懂要怎样帮他戒掉。喝完啦。妈妈，我要看恐龙。你要看恐龙啊？其实大部分这样的时间呢，我也是在家里弹钢琴的，这个就是我的娱乐啦。
的包裹寄来了。阿伦看到这个包裹，他一定很开心。他最近一直吵我要买恐龙，所以现在就叫他过来拆。啊，里面是。哇，有一种的，哇，大富哦，蛮漂亮的，全部。喜不喜欢？他的那个害羞的样子，看来。我去拿我的恐龙豆豆来拿。这么紧张，看他。哎呦！哇，太酷了，太酷了。好啦，现在是下午3:30了，就要把阿乐洗澡咯。耶，来看你。你怎么了？刚洗好澡哎，不了他。你看我们家里养的猫，每天都是这样睡觉的。拿来点心，时间到。做的很是耳朵，这是腰肚。耳朵。腰肚。耳朵。嗨，大家。阿伦刚才呢就直接上去菜园找他的婆婆了，所以呢现在我就带你们上去看看。哇，好凉啊，他就每次一到这样的时间他就上来玩。这个是小白菜啊，不是菜心，这个是菜心。猫咪也来了，你看猫咪。我没看到我在这里，猫咪进来了。看，长圆了。我不可以把它的头给洗掉了。刚刚我们从上面下来了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所以就在家里里面给他玩耍吧，玩汽车吧，他最喜欢，但是他一定要拉我跟他一起玩，所以妈妈会特别累哦，没有办法，没有人跟他玩，所以就只好妈妈出场。撞到了！我来了！快过妈妈！不可以！每次到晚上的时候呢，都是我妈妈煮饭。菜的，所以呢，我就省了这一个时间煮东西啦。都是回到家是最好的，因为有妈妈。好啦，刚刚我洗好澡了，然后现在呢就要吃晚餐喽。哇，今天的菜好丰富哦。喝了之后去刷牙。丑啊你！
他又要拿他的宝贝恐龙了。阿伦刚才刷牙的同时呢，其实我也是已经刷好牙了。最近我都是蛮早睡的，他睡觉我也是跟着睡觉了，因为他没有睡午觉的关系，我也是陪着他到现在这样时间了，我也是累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日常就到这里哦，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们，还有按下那个小铃铛哦，如果有出新影片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得到。好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拜拜。哇，还这样有力气呀、拜拜，晚安。